妈开始等到我妹妹自己穿，妈妈找下一件。妈妈在冲起来，已经过了十五秒了。六七八，八件，九个东西。哇，你的！如果说你能在我们限时的时间内，你穿几件，就全部结账带走。我结哦。我可以玩吗？没有。未看先猜，我觉得今天可能一个人可能可以有七千块，破万有可能哎。可是他如果都拿 T 恤的话，我就赚到了。那拿透光 T 恤是穿久？好像也是哎。然后我们限时是三分钟，其他的四周是非常宽广的，非常适合玩这个游戏。哇，你看，我记得好想玩哦。他逛街的吗？有愿意参加我们的影片的话，三分钟里面穿上去，我都不抓你，就可以带走。有兴趣参加？三分钟，你打？参加吗？参加吗 ？OK， 来，我们来，真的。先攻薄的衣服吧，对不对？先穿在里面。二一，开始，可以穿，哎，穿上。有没有谁犹豫了？三分钟，什么东西？他在讲什么？不是，你们速度！Oh my god！ 碎花！我都穿两件了。套心！你们20秒过了，你会不会玩游戏？我比他们还紧张。哦，对，小帅哥，哎，我都帮他们急了，你知道吗？他们走得很直。你们会哪一件吧？剩下一分50了。继续拿。他们都专拿衬衫，有扣子的那种。衬衫，你是拿自己尺寸？你是？好，继续。哎，下面。他们真的太佛了，我吓到了。剩下一分钟了。剩下不到一分钟，他们现在在看这件外套。哦，他穿这个。哇，这好看。好。你穿两件，够两件了。对，快点，要不要姐妹装？姐妹装。快40秒，赶紧穿上去！你不要拿得到穿不到，买不到。哎，这30秒要穿上去哦，不穿没算哦。哎，你们是那个什么？20秒，19、18，哎，同一件吗？也可以同一件，姐妹装，快点穿上去给他。12、11、19，对哦，先拿帽子，不拿帽子吧，你们来不及。3、2、1，好，时间到。OK， 好，停。Oh my god。你们真的是战力弱到爆掉哎！好，来看一下，他总共买的是一个帽子、姐妹外套，是不是？就想说一白一蓝这样子，然后里面还有一件衬衫跟……哎，这好潮哦！你看，他在打开。是多层次穿搭。今天总金额是50000。哇！玩得开心，谢谢。好啦，今天的第一位选手呢，就是已经完全的结束了，这样子是5050元，开心吗？而且我发现他们其实天使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真的都拿自己需要的，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示范，不要像我，不好拿，穿得下的都把你带走这样。他吗？你帮他穿都可以，对，还有一个人真的太好，是不是？我觉得妈妈是妈妈要战斗了，妈妈准备好了，是不是很开心？去买快一点，哎，妹妹很懂，妹妹很懂。2、1，出发，开始，等到。快点啊！先穿再说，好，妹妹自己穿，妈妈找下一件哈。对，赶紧找。哎，妈妈在冲起来。毛起来跑，我们只能快走，我们尽量不跑。帮爸爸穿衣服，帮爸爸找裤子。他拿了爸爸的裤子，他说：“妹妹，快点帮我穿裤子。”他哥哥穿。现在才过30秒，还有30秒哦。还有2分半，爸爸需要吗？爸爸需要吗？爸爸都需要了。爸爸不需要。爸爸不需要吗？他想要这件，给妹妹穿。妈妈去拿，妈妈去拿，这样最快。分工合作。他这个马卡龙设计，蛮好设计。现在还有1分06秒，哥哥裤子，哇，他都帮哥哥拿好哎，哥哥会啊，妈妈，你怎么可以这样讲出来？果然是妈妈，这个都爱弄完，我要不要，拿过来，挂在身上，5、4、3、2、1 ，OK， 妈妈毛起来一个。那我们来检查一下，说妹妹跟妈妈这组合拿了什么吧。她最后还拿了一个哆啦 A 梦的玩偶，一件衬衫，然后一件 T 恤，两件 T 恤，她的外套，紫色的外套，你的衣服，裤子几件啊？哎，这几件裤子啊？一件、两件、三件、三件、六七八、八件、九个东西。五五
你看你那边穿的那个 Give me five。OK 啊，好不好？二一，出发！靠！哎、欸，你自己买开始拿。我要拿他的。可以。我买菜。还没穿哦。对，你去更衣间就不够时间了。哎、欸，已经过了15秒了。我要穿上去是不是？对，要穿上去。太丑了，我想去拿。不要犹豫了，先等他穿再说。他在挑他喜欢的款。他真的直接把他女朋友甩在后面。他女朋友很生气的在后面。他女朋友很生气的在后面，他没套完，你看男生又在拿裤子了，你有想要什么？他都穿成这样子了，你再问他，已经没用了，对不对？男生又抛下女生，哦，哎、欸，找不到人了。好，拿强阳装给他穿。加油，加油！剩下45秒，45秒。真的好牺牲你哦！33秒，三十三秒，还要穿什么？再拿！女生快点拿你要的！我已经无法移动。最后一个，拿一些配件啊，配件。哦，他拿了一个，是哦，皮套，哎呀，皮套上去，快三二一，你好，可以结束。Oh my god！ 哎，你们这是烧摊哎，很棒，你们拿很多。哦，他们现在是目前本日第一名。那你们去打球。递给他卫生纸，真的很热，对不对？真的很紧张。你衣服湿完哎，刚好就换新衣服啊，对不对？4、5、6、7件，然后金额是，对不对？哎，可以耶。其实我们还差9000，真的好便宜哦，爱的小卡。